2005四月二十九号，我们从拉萨往纳木错的方向，沿途下大雪了，看到没有？可能还看不出来，这是我们吃的圣湖川菜馆。好冷哦，不过下雪应该还好。你们应该肯定上不了。你看，这都是雪的哦，你看。下大大的雪了。你看，看到没有？证明这是雪的，有没有看到？看到衣服就知道了。对。